追兵已至，必须从速脱身。前方地势开阔，需提防流矢伏击。此处山势环绕，箭矢难入，倒可稍作休整。神族。迦罗罗摩阴魂不散，只怕前方又有恶战。神尊在我临行前赐我几株神草，可暂时压制我的伤势。迦罗罗摩时，若是被他追上，只怕又是一场恶战，此地不宜久留。
宗，你是如何进入我的施招来？凭什么？时间紧迫，快结束战斗！像个老鼠一样逃到这里，竟还敢吐出狂言，真是笑话！看来还嫌自己不够狼狈呀！来吧！烟波泉乃魔界禁地，那些魔必不敢闯入。我所剩灵力已不足，无法再用春姿剑破界穿越回神界。神魔之境又有魔尊重楼把守，难以逾越。所幸已到烟波，我可以从泉眼走九泉灵脉返回神界。只是烟波如此重敌，竟无泉手守护，颇不寻常。这些壁画似乎是记录着当年三族大战之时。当年为争夺九泉，三族历经千年烽火。兽族败了，蚩尤率残部开辟九幽通道，蜕变为魔，休养生息，以待向神族复仇。后为苍生安宁，
三皇立誓，三族中先兵者，共击之。林行前，敖虚神尊曾言，此番行动乃是铲除神界叛逆，并非违背三皇之事。天魔女魁羽，不愧是叛神之首。我此次失手，只怕短期之内已无良机。先回神界向敖虚神尊复命，再做定夺。严伯不愧是地脉之火源头，果然酷热无比。一路走来并未遇到阻拦，魔族居然在此毫无设防。前方就是泉眼所在了。
这帮凶兽真是越来越猖狂了。巧玲，没受伤吧？嗯，凶兽跑得再快，也没有我的巧玲飞得快。好了啦，今天辛苦你喽，回去多喂你几颗灵果吃。穿过这片树林，就是平西村了。昏明树门前，可以先去村里逛逛。有什么东西？是妖怪？怎么回事？这里明明在防护法之内。妖怪侵入村子，平日温和的山野精怪为何如此暴力？这是发光的果子，似乎蕴含很强的灵力，是某种灵果吗？从未见过这种果子，是从哪儿掉落下来的？光变亮了，总觉得好香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迷迷糊糊地咬下去了？这果子来路不明，万一有毒怎么办？还好没咬破。这果子定非凡物，还是带回去让爷爷鉴定一下吧。天师门设的结界一向可靠，但山野精怪却突然出现异常，看起来像是被魔化了。外面凶兽越发猖狂，最近村子里又迁来不少避难的百姓，要是连这个村子都不安全就糟了。等下还是在结界内巡逻一下吧。先回村子吧。凶兽的复出。村里似乎比平常热闹一些。对了，明天就是初一，是集市的日子，所以才这么热闹。正好有封彭大叔侄儿托我带回来的信，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干脆现在给彭大叔送过去吧。多卖几只。哎，彭大叔似乎不在。哦，向周围邻居打听一下吧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
瞧一瞧，看一看呀。哎呦，这不是青叔吗？于婶，你都好都好。好，老婆，青叔。啊。哎呦，要不你明天不是又开集市了吗？我这也是刚进了一批新货来。好像，这养马的好。头有些晕，好不容易摆脱凶兽，方才又除了妖，大概是有些累了吧。嗯，一定是因为这个，才一时恍神。巧玲，你在担忧？放心，我没有吃它，你看，只是留下一个咬痕罢了。巧玲，累了吧？我们到家喽。爷爷，您做什么呢？哎，孙女儿，接住了啊！我接着了。哎，我的腰啊！您怎么又活动起来了？韩大夫吩咐，您这阵子要少走动，多休息，何况是搬这么沉的坛子。哎，我想着。这小坛子能有多沉啊？哎，哎，还是大意了，不服老不行了。孙女儿，你们一路上没有遇到凶兽吧？我有巧玲，凶兽追不上的。不过，村子附近原本温和的精怪似乎突然魔化，变得暴虐了许多，见人就攻击。天师门的那群黄皮子是干什么吃的？他们不是向来以村子的保护神自居吗？尽吹牛皮，哼！爷爷，话也不能这么说。要不是有天师门布的防护法阵，这一带的村子早就也被凶兽毁了。再说了，其他门派的防护法阵，听说也是天师门传授，所以他们才成为仙盟盟主。人家是有大功劳的。嗯，孙女儿，你怎么尽帮黄皮子们说话呀？你忘了，他们跟我们明术门水火不容了。哎呀，爷爷，是我错了。不过，防护法阵运转正常，燕归谷中的草木精怪却发生变异，总之不太寻常。哎，要是早个百八十年，我们明术门还风光的时候，早就把这些凶兽啊、妖怪什么的都赶走了，哪儿轮得到黄皮子们出风头啊？如今呀，这么多年，一个弟子也找不到啊。您别叹气，我相信明术门将来会有重现辉煌的那一天。嗯，还是我乖孙女会说话。对了，爷爷，我在回来路上捡到了这个。
我，灵气逼人啊，这是什么宝物啊？爷爷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没见过，但看这样子肯定是比灵果还要强千百倍的好东西。乔玲啊，哎，来尝尝，说不定啊，这个吃下去你就能立刻飞升呢。哎，乔玲啊，蕴含如此澎湃灵力的果实世间罕见，你不吃可就太可惜喽。我看还是罢了，巧玲是天生食吃灵果的仙灵兽，能不能吃她应该比我们更清楚。明树门就剩下这一只玉灵，万一吃坏了怎么办？好吧，既然这果子不能吃，那我还是去玉灵园摘些灵果喂了巧玲。好好好，去吧。明树门繁盛时，不知玉灵园是怎样一番热闹景象，而如今只剩下了乔玲。一会儿还要下山，先把这个果子放回房间吧。巧玲的灵力最近都没有什么提升，得想办法多找些不同的灵果来喂。还有一封彭大叔的家书要送，今日就没什么事要做了。
红线辉煌。不，不能妄自菲薄，做好该做之事，门派必有转机。这时候来送信。掌门，灵光师妹怎么了？小事而已，我去处理。你等严守门派法阵，务必要保护神子安全。是。大概天师门已经发现有凶兽和妖怪在附近出没，所以加固法阵。这法阵似乎和以往的不同。爷爷说，那果子蕴含澎湃灵力，想必一定有些来历。或许可以写封信问问他，他也很久没来明术门了呢，也不知道最近过得怎么样。明天开集市啊，到时也可以来看看有什么需要买的。养马的。天气也不错，很适合和爷爷一起喝一杯茶呢。彭大叔，这是您侄子送来的家书。哎呀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只是跑腿送信。哪有啊，这世道外面一群凶兽窜来窜去，连修仙的习武的也……我从小修炼御灵术，虽然打不过凶兽。说到这个，明术门也是可惜啊，要是能再寻到几个仙兽，多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嘴真碎呀、啊！对了，彭大叔，我的碧海剑最近用的勤，正好也到了该保养的时候，想请您帮忙看看。当然没问题了，不过我这铬铁不够用了，还得再去燕归谷找一些来。青叔，你再等我几日。怎么好意思让您亲自跑这趟？我去就好。哎，不用跟大叔客气。最近燕归谷中的妖怪有些不对劲，比往日凶厉许多，还是让我去吧。多吃点儿豆白草针。既然要去燕归谷，也顺便再确认一下结界内还有没有魔化怪物吧。好好好，还要多多靠你了。
还好有天师门社的防护法阵，最起码凶兽不能进来伤人。大叔，给。哎，这小青叔，你试试，不趁手还能回炉。看看我这打了30年铁的手艺。看看我这打了30年铁的手艺。有些饿了，今天山上山下也没跑几趟，怎么感觉比往常还累？没什么事的话，就早点回去做饭吧。巧玲。